一颗螺丝钉从年头打到年尾，来年又继续。虽然是简单且重复的工作，但我知道每台机器都少不了我这颗螺丝钉。拖着行李箱去往世界各个国家，想让我的足迹远一点，再远一点，走过的地方都能认识啄木鸟。我想用无数的色彩来表达产品的美，我相信每一种颜色都是最生动的表白，牙医们都会懂。希望在台灯下熬过的每一个夜晚都是值得的，它变成一件件让牙医满意用得顺手的产品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能带着我的心愿漂洋过海，当它们被递到每一个客户的手上时，实现了它最大的价值。行李箱里装的不止衣服，还有啄木鸟人的雄心壮志。2022年虽然疫情肆虐，我们还是卖了出去，走遍各个国家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。每一个点赞，每一句评论，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。希望广告不仅仅是广告，也是我们跟客户沟通的桥梁。公司今年新推出了12个产品，其中就有我做的。当精心研发的产品被客户使用时，心里涌起一股满足感。2023加油！科隆展，我来了。明年要做出更多更好的产品。愿旧岁千般皆如意，新年万事定称心。我希望在2023年能把口腔预防项目带给更多的牙医朋友。明年能够更好的服务客户，提升客户的满意度。我们的产品漂洋过海，走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秉匠人之心，读毫米之度，我想在2023年创造更多高境界的产品。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牙口好，胃口好，吃嘛嘛香。健康一直在线，笑容不必再隐藏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恭喜发财！